老虎尾巴，哎，这好看吗？我因为你跳电狱，怎么陪我？跟我一起跳破风啊，过瘾啊！最好是小万，最好是因为我才跳破风，不可能啊！小万不是很久就在玩的，你怎么可能因为我跳破风？就难，有炼狱教科书哎！各位观众，新宝箱在哪里抽运气比较好啊？最近啊。哪里比较好？就算世界地图直接看吧。啊，我知道去哪里，我知道去哪里抽了，观众，我知道去哪里抽了。这两个看起来哪个比较赌？还是这两个看起来哪个比较赌？有两家哪个看起来比较赌 ？OK， 就这里抽。独眼蝙蝠哈，这个地方我感觉上很毒哦。很多，要记得哈，这个独眼蝙蝠啊，要记得把它打死哦，不要把它吃掉，就是把它打掉。好玩欸，我要转英雄了，我要转英雄了，好玩。我要转英雄，欸，好玩欸，好玩。技能还没放出去，说好玩，超尤利亚铸币，闪亮亮复仇鬼机器人，心力磁心卷，来看个蝙蝠，我跟你讲，帮大陆人出口气哦，啊，举车，麦奇铸币，好险，日本哈，啊，又来一只，操你的，打死你！碎了，核心宝石，怎么又来一只啊？是想怎样啊？妈的，把打死漂亮，军冲，轮回星文百四级，犀利紫星卷，十五星漂亮，各位观众，十五星来了，碎了，把它打死，打死才冲哦，十二星漂亮。特别注意啊！木鱼卷轴，金刀鹰扎，温力铸币，麦奇铸币，心力死心卷。特别注意啊！木鱼卷轴，有氧铸币，心力死心卷，十二星卷，十星卷，十二星卷。好，我们就啊，核心宝石，妈又来一只，先砍再说啊！碎，鱼超，轮回星我130级，轮回星我150级。闪亮亮复仇鬼机器人女，永远流星火，核心宝石，叫哇哇哇哇哇哇哇
助，新的辅助啊！各位观众，抽新卷就来这个独眼蝙蝠啊！为大陆人争口气啊！把他打死啊！我讲，下来一只独眼蝙蝠就打掉一只，然后再抽，你要再抽新卷，下来一只再打掉一只，再抽新卷，这样就会中二十星，漂亮，好不好？为我们那个对岸争口气哦！来一只打一只哦！来一只打一只就抽到了，各位观众。来一只，这样来一只，打一只，这样就会中二十星哦。来一只，来来很多只哦，把那个蝙蝠打死哦。妈的，妈废物！来一只，打一只，妈废物！打一只，来一只，打一只。有学到各位观众，新的辅助啊！来一只，打一只啊！各位观众，妈像这种，妈像这种不怕死吗？来一只，打一只，至于的。哎，又来一只，又来一只，打死后才能抽，各位观众，打死后才能抽，打死后马上抽。再一张二十星，再一张二十星，不是音乐没有啊，我没听到、哦，音乐弄得很小声哦，来了，各位观众，来了就盲打，我跟你讲，他要是碰到你哦，你运气就会变衰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在他碰到你之前，马上把他打掉，你运气才会好哦。各位观众，有这样知道吗？你要把它打掉，你运气才会好。你看，再中个十二星哦，附加卷轴哦，十星再中一个核心宝石哦。来，不要碰到，不要碰到，还好已经抽完二星了。我看看我二十星的在哪里？二十星卷哦，在这里。分哦，拜拜！看，好爽啊，真是！打掉后才能抽，有没有看到？砍下！帮他争口气啊！打死你啊！打死你啊！烂蝙蝠！再抽，再抽 ！OK， 漂亮，各位观众。好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我决定。把他二十星倒走，我来倒一下吧，来倒一下他二十星。我决定把他二十星倒走。抽到。刚好倒走，还是冲回眼罩，妈爽了。刚好我留得有账号，有件事适合。我把它转给黄金虾牌哦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拿走了。干嘛第二主意嘛？哇，剩五个零好不好？我猜到了，我猜到二秘漂亮，我猜到二秘了，碎了。干，我猜到这东西，各位观众，把它倒一下，漂亮。过瘾哦，开它！这黄金虾牌啊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倒走他的二十了，哇，过瘾！开到了，该宅配过去了，传送，对吧？再把封印给倒走，这我跟你讲，我们要再把它封印倒走，这样才可以做出最，这样才最赚哈。再倒个五千封币哈，这样才爽。看装备啊！我帮他抽二十星，看个装备，不过分吧？但是，我帮他抽二十星，看装备不过分吧？